生活台，小丹教学同你一起吃喝玩乐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丹教学的主持丹丹。话咁快，小丹教学就快去到20集啦喎！虽然丹丹我是一位化妆师，但是小丹教学这个节目呢就不只是讲化妆那么简单的。香港这个这么多元化的地方，作为香港人当然都要多元化啦。小丹教学和大家煮过嘢食，还在厨房教大家怎样做自家制的润唇膏。好，咁然后就可以呢等佢喺度，就呢继续腌。咁我哋下一步啦，咁就咧要切蒜头啦，洗番茄啦，跟住咧切洋葱啦，切葱啦，啲葱我哋一阵间切一粒嘅，我哋逐步嚟好唔好？哇哦，唔好太熟啊，一太熟就好鞋噶啦。呢味叫咩名啊？加埋个半碟，加埋个半碟叫咩名？叫咩名好啊？冇諗啊，都係啦，最原始啦，番茄洋葱豬扒係啦，送俾你哋嘅。咁已經用到差唔多啦，已經用曬啦。咁咧，我就可以攞上嚟咧。依個動作就要快，如果唔係佢就好快啦。你滴兩至三滴滴咗啦，兩至三滴係啦，一、二。哎呀，跟住我哋咧搞一搞佢，喺呢個時候都要快喎，因為佢好容易就咩啦。咁同埋要一次過，哇係喎，一次。樽海嗰啲已經係結咗啦，大家睇下，已經係變咗唇膏咁嘅樣啦。咁咧要高少少嘅，因為佢會縮少少，同埋一次過到咯。哇，好緊張啊！可以十零分鐘，佢就會結咗噶啦。咁咧就好似依個完成品咁樣啦，就會好似自己可以自己搽啦。好正啊！呢個真係係啦。咁如果你中意，可以貼啲貼紙落去添。係咯，已經好好靚仔啦。咁樣嘅話，係啊，依個我已經係落咗 Jasmine 嘅，即係可以水潤潤。係啊，係我哋揾個人嚟試下搽下啦，好唔好啊？好啊。食好嘢，當然唔少得要 keep fit 啦。小丹教學仲請咗健身教練阿 Sam 教大家點樣修身。女士就要有比基尼身形，男士梗係要有型爆朱古力肌啦。咁我哋嚟到最後第三個動作啦。頭先講過啦，第一動作做上腹為主，第二個動作做下腹為主，第三個動作咧，我哋上下腹都要用力嘅。只腳咧升起 hold 住呢個位，跟住個手上嚟向腳尖嗰度墊落去。扮完靓靓，梗系要留倩影啦。小丹教学仲教大家点样用手机帮女朋友影靓相添。我哋就可以試下叫佢咧，個人咧就傾前翻少少，跟住咧個頭咧可以稍微高少少，係啦，擰過少少多啲，係啦，高少少，係啦。咁樣出翻個下巴同呢個頸位咧，跟住咧用個眼神望過嚟，就已經係好靚噶啦。冇錯啦，咁好簡單咧，就已經係唔使做啤噶啦。好多朋友都知道丹丹我喜意唱歌，在 Never Give Up 歌唱特集，我仲同导演一起去找 Jason 徐学唱歌添。如果这记忆非爱情，连天都不会太高兴，莫非
又好静嘅我，仲好中意去 cafe 饮下咖啡享受下。近排仲访问埋黑蜜嘅创办人，听下创业嘅故事，睇下面包点出炉。唔新嘅，我哋而家推紧佢系嘛？哎呀，唔系咁样，系其实系做乜咧？其实系做乜嘢啊？其实而家呢一将佢搓完佢咯，搓完佢，好利用嗰、那个即系呢个呢、這个台面嘅平面。令到佢圓啲，令到個張力，令到嗱，譬如你喺度搓咧，佢係唔會喐嘅，但係呢個已經開始係變成咗一個圓形，變成咗一個即係佢已經做咗個面團啦。你見唔見到個面團係光滑㗎？係，所以你就唔好再繼續搓啦。係啊，係啊，冇錯啦，睇得似啊，容易，但係其實好多嘢都係好難嘅，唔係覺得咁容易。喺呢個實踐自己呢個理念嘅時候，同時發現自己一個過程。好，我哋乾杯，咖啡乾杯，繼續大家一起無忘初衷。呢個就是你哋嘅招牌包啦，係啦，黑蜜金粉呢個。嗯，黑蜜，我送一個俾你嘅，真㗎，你有份做啊嘛，咁樣，咁你今晚翻去自己試一下。好啊，而家我食啦，喂，大家一齊食啊，送俾我嗰個好嘛？想報讀化妝課程，又或者了解一些詳情的話，就記得 search 右下的 QR code 去 MIHK 多看一下啦。來自奧地利的 NU SPA 個人護理產品，只需要加清水就可以洗澡、洗面甚至是落妝，完全不需要用其他化學物質，方便又健康，還很省錢添，因為每個產品平均都可以用到一年，只要用暖水清洗就可以循环再用，快啲上嚟 store.mihk.tv 选购啦！